觉得蛋哥哥还是强一点，我觉得右边这一区很悬呐、啊。给新人一个舞台，给新人一个机会，栋哥哥应该会一路发光到冠军赛。你喵啥笑啦 ？CS2 First Major Best Skins， Are you ready to pick 'em？Skin Club starts a new season of predictions for the major in Copenhagen. Are you good at CS? Prove it and become the best, making the most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win a Dragon Lore. Be a part of Cybersport and watch the major with Skin Club. Hello, 大家好，要来到我们最期待的 Skin Club 的环节。那 Skin Club 呢，就是我们最公平、最公正的一个抽箱网站。那大家可以在很多的 CS 的赛场上看到它的存在，然后它还有提供很多的储值的方式，还有那个信用卡、一年卡，还有 PayPal， 然后跟加密货币等等的，有很多储值方式。那大家可以来小试手气 ，CS 官方开不出的东西，在这边有机会比较有高的几率可以开得到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，一样是我们的竞猜环节，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啦。最后的八强这跟冠军，大家会怎么下？大家可以那个留言一下，看看你们是怎么去分析整个赛场，然后给出一个答案的。那我这边小蜜蜂跟 C9， 因为我觉得小蜜蜂这几天看下来，感觉他们状况没有到很好，而且 C9 是从外围开一直打进来16强，又打到现在已经8强了。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C9 在对上这个状态不好的小蜜蜂，应该是有机会赢的啦，有机会嘛。然后这边的话感觉不用讲了、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蛋哥哥 Face 最近状态感觉也是普通，就是不是很巅峰的时候。我们先选最右边好了，这边 G2 跟 Mouse 我是觉得 Mouse 会赢啦。 G2我觉得现在有点吃 Nico 跟 Mangus 的那个发挥，如果只有 Mangus 一个人发挥很难赢一把，可是如果 Nico 跟 Mangus 是双剑合并的话，那应该有得赢，可是这种几率发生的很少。我觉得这两队打起来应该是很难很难一定是谁赢谁输啦。但是这边我可能会给这个，因为以前面的赛程这样看过来，我觉得这一队打的队伍都不是很弱，但也没有到很强，所以这边这个四强我是这样排啦。你当然也可以跟我选不一样。如果是四强的话，这两队绿龙跟 C9 我可能还是会选他、我觉得蛋哥哥还是强一点。然后 Mouse 跟这个 Fire 的话，我这两个很悬，我觉得你就自己选吧。反正我觉得右边这一区很悬啦，这边我可能会选他。因为我觉得 Mouse 前面这一轮都是打一些比较弱的队伍进来的、没那么强，没有那么高强度，所以我会选他。那最后不用讲啦，给新人一个舞台，给新人一个机会，栋哥哥应该会一路发光到冠军赛，所以我们直接锁定。这是我的作业。大家记得来参加这个 Skin Club 的活动，这个竞猜活动，好不好？最大奖可以有机会拿到我们的龙驹，大家最梦寐以求的一个 skin 啊！只要用我的视频专属的连结呢，就可以获得我的 10% 的奖励。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来竞猜，已经是最后阶段了，大家就加减给他处理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抽箱环节。那我跟你讲，30元就是。出货！完全出不了，出不了，出不了，出不了。我觉得是时候搞一点新的了，搞一点新的。这个20块可以有机会抽到这个，我来了。给我刀吧 ！ECO， ECO 的意思是，感觉是希望我省一点呢。你运气这么差，别再抽了吧，省点钱行不行？感觉最近在走衰运呢，
你们还记得我们那个上个月抽的吗？都还不错，怎么一到三月感觉这个月完全不行哎，狂出事呢？新皮肤，新的哎，抽看新的，抽看新的，35块，冲！好歹来个小小回本吧。再一个，直接开。来个刀，AK，有霓虹骑士，再一个，连抽，上头啦，刀吧，影黑，当我没说，这么衰找人家 battle 有没有机会赢啊？试试看，我觉得。我这个月真的超衰了，我希望三月赶快过去。这个月完全在走一些很低潮的云，很烦。纯输局，我全部都抽到0.0几的。有，运气还在，还有运气在，这三个人是机器人呢、欸，会不会我赢？会赢哦！我好像会输我好像没有赢过哎。哇，完了都他赢。啊？啊？我跟机器人玩，我以后都会找机器人玩，爽！我今天赢超多。这时候就是我们的爽局了。直接两倍不心疼啊、哦！先丢，40%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我们一页丢、哦，通常这时候就是玩1.5就好了，慢慢赌上去，你这样1.5玩上去，很快就翻盘了。当我没说，翻什么盘？好啦，那大家记得来参加我们这个 Skin Club 的这个竞猜活动，好不好？最大奖有机会得到龙驹，OK？大家记得来参加这个活动，那他也会送给你一些免费的箱子，只要你的竞猜结果是有达到标准的，那就给你一个箱子，也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箱子，你可以得到里面的 skin，都可以来我们 Skin Club 来了解一下。OK，那最后的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那我是冠贤，欢迎感谢你们的收看。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